队友让我发起进攻，但是鬼谷子没漏啊，好像打不过他俩，还有斩杀的，哇，有点难受，螃蟹没了。桑奇前期比较猛，让桑奇上去消耗他们，别打我野怪啊！铁被动呢？哎呀，好会吸呀、啊！吸草里那就没办法了。前跳一下，他小心被斩了。哇，早知道跳到背后了，我没想到这个人这么果断，直接一闪拍他了。不过他应该死了。二技能呢？跑不了了。带斩杀咋跑啊？不要慌，小鬼而已。直接火甲惩罚他，不惩罚他了吧？那不惩罚我自己吗？还是别惩罚他了吧。从一级打到现在呀，一直在打架。哎，怎么又遇见了呀？我想补刀，哇靠，一个刀都没补到，那得吃大件野怪了。你蹭太多了呀，这直接给我吃废了呀。但是为什么他经济没上去呢？你这么吃经济才吃到1500，对面都1700了，应该打不过他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试试吧。跳背后，他这个，诶，他又死了。二技能呢？哦，没二技能啊。出冰心呢，还是冰脉呢？冰心呢，还是冰脉呢？加点伤害吧，我觉得。如果冰心的话，不太行吧？刮大 ，A 跳背后，再 A 加成。这把没什么好教学的，因为这把一直在打团，首先不是我的打法，而且这个亚莲的话又是出末世的。现在这种亚莲，他这个英雄呢打法实在太多了，还没固定出一种最强的打法，所以我现在还教不了各位。你可能说按照我打这种出电刀的打法打了，下一把他出红莲了，那你就要跪了，懂我意思吧各位，因为我遇到太多这种情况了。哎，着急拍了呀。队友一直在帮你，他队友没帮他吗？对不对？小鬼不是也在一级蹲吗？不都一样吗？他们团战打不过我们啊。谢谢你还帮我拉草里呢，跳大墙拜拜了。感觉打亚莲要拉扯不了，因为啥？你看我教你们打谁拉扯，打暗信和老夫子拉扯。你首先你怎么拉扯？你又不是马可波罗，你拉扯不了，你这个英雄就拉扯不了，你只能靠你的二技能去拉扯。你只能靠二技能挂一下，这叫拉扯吗？这不叫的呀，因为人家的一技能可以打到你，他的攻击范围和你的攻击范围是一样的。所以说现在没研究透，等研究透了吧，不是我研究透啊，等这些国服亚莲研究透了，等他们的出装都统一了，等他们打法都统一了才能研究。最近我还发现一个什么出装呢？上一次把我打成0-8的，他出什么？我朝着对线
我朝着对线那种红莲斗篷的亚莲去打了，结果他出隐刃无尽。你要出无尽是什么意思吗？他的伤害全部都可以暴击，好厉害，打法太多了，五花八门，咱跟个原始人一样。他在草里的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全来了，先躲一下技能，别着急。我靠，你一 v 五啊！开始撤退，有点飘了吧？我真不敢上，这貂蝉一个打五个。你没技能就等死。哦，伤害真高，先掉点血啊。伤害真高啊，这辅助。对，这个英雄是混伤，你不用太在意对线他出什么装备，你都要出，你都要出，什么护甲呀、魔抗啊，都要出的。而且到中后期确实好打，和那个机枪满一样，后期他也手短，确实怕拉扯，主要是程咬金没法拉扯。要不然得好打，贼好打他。炸了对面，咋还是我扛啊？呵呵，你看，带个狂暴谁也摸不到，吃了手短的亏。一级还和他刚嘛，刚是刚不了的，刚打不过。一级抢二级，抢二级就能打过了，和对线亚瑟那样打，亚瑟芈月失控阵那种打法。一级我刚过啊，打不过，纯肉根本打不赢，没有根本这一说啊。你这个你也可以出肉出红莲不就行了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没杀掉，自己出来送。哎，救一下，先把塔拆了吧。A 到不能 A 跳出去，伤害还是比较低。现在真服了，出永夜吧，对面法师太多了。哎，这不是破绽吗？哇，没人上这一波，上了全杀了。哎呀，你这哇又犯病了，还好还好。你看又成红莲末世，红莲末世亚莲了，我真服了，这是我遇到的第四种还是第五种打法了。第一种电刀，第二种红莲，红莲永夜那种坦克流，第三种是那种隐刃无尽流。这家伙又来个末世流，我真服了，你根本就搞不懂这个英雄他现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打法。各位真的太多了，五花八门。哇，这是我真的遇到第四种打法了，太多了太多了。你遇到电刀你肯定先出那个叫什么不死鸟啊，你遇到红莲的话你也可以出红莲打他呀，你遇到末世的话你就正常出装啊。反正统一的打法是抢二级，点的外卖就给我一根筷子，很气，家里没筷子吗哥？